像谁是黎明应该知道哈，对 I love you never forget。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找他出来吃饭，然后就跟他说我有一个故事就很想拍成电影的，希望跟他一起合演。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做过什么男主角，然后你跟黎明一起拍你就很荣幸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哇，我还没哇完呢，我也以为哇，然后我们就交东西吃了，然后他就吃了没多久他就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兴趣，有没有兴趣出唱片？我说，我是今天想跟你谈电影的。然后他说，先谈唱片可以吗？所以我就出了我第一张唱片，你知道吗？咪捻就系咯，咪就眼睛上你行咯，咪就眼睛上你行咯。Yeah.